这两天女韩五大杂之一的世界时装之院举办了盛典活动，邀请了许多圈内明星到场。除此之外，杂志中国版的主编坐在 C 位，和当晚其中几位女星拍了一张合影。能进入这张合影，至少说明是得到了时尚圈肯定的，这其中包括影视圈小花旦 Angelababy、 杨幂、倪妮、唐嫣以及白百合，模特出身的刘雯、张子琳，以及歌手出身的李宇春、宋茜。李宇春是这群人中唯一一个通过选秀出道的女星，而且紧挨着杂志主编，地位可见一斑。李宇春如今在娱乐圈的地位已经毋庸置疑，她甚至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签。从一开始被黑到体无完肤，到如今影视乐坛双栖发展，手握多个国际大牌代言，李宇春出道13年，凭借自己的努力证明了自己，也让曾经的黑粉都闭了嘴。不过同样作为超女，有两届改过名字叫快乐女生冠军，其他人的处境却大相径庭。李宇春短发中性的打扮一度带动了一股热潮，06年的冠军尚雯婕以及11年的冠军段林希参加比赛的时候都是这种风格。如今尚雯婕在经历了一度靠雷人造型博眼球之后，凭借自己还算不错的商业头脑签约信任当起了老板，也算是找到自己的立足点。而段林希的发展则糟糕许多，短暂红了一阵之后，因为唱功并不突出，加上娱乐圈更新迭代，在超女比赛技术后迅速销声匿迹下去。他自己上奇葩大会的时候曾爆料，自己有转战过微商，也开过娱乐公司，但都失败告终。落魄的时候甚至去开出租车为生。除了这些中性风的冠军们，其余的几届的冠军一个个发展也并不顺畅，他们更多是深陷整容变脸风波。首届的超女冠军安又琪，当年的你好周杰伦其实传唱度不错，他在当时风格也算有辨识度的。不过05年超女实在太火爆，他这个往届冠军迅速老，一度大家以为他销声匿迹是被雪藏了。后来他自己接受采访说，只是去韩国培训了几个月，本来打算去打造新专辑，最后因为不可抗力因素专辑也没发成。虽然专辑没有发成功，安又琪的脸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。如今从他自己在社交平台发出的照片来看，整个人明显有些笑容僵硬，要不是他自己发出，怕是很多人认不出这是昔日的安又琪吧。另一位冠军江映蓉，当年凭借着唱跳俱佳脱颖而出，一度应该是想走欧美范向碧昂斯看齐的，奈何市场受众不同，自己的实力也撑不起那么大的野心。后来为了顺应所谓的大众审美，江映蓉也悄悄地变了脸。如今江映蓉的照片经常撞脸 Angelababy， 无论是自拍还是第三人角度拍出的照片都是如此。这种撞脸相似度真的很难用减肥瘦身、拔牙瘦脸来解释了吧。到了2016年，超级女生变成了网络综艺，冠军的名字是圈住那个酒，定义的标签是二次元歌姬、火星少女。作为娱乐圈老阿姨，这节目小编确实一期都没有看过。至于这位冠军，也始终没有真正在三次元的娱乐圈有过影响力。看了历届超女冠军，有的成国际明星，有的穷到开出租，还有的变脸到认不出，真的是同人不同命。当年你喜欢过哪一位冠军，又觉得谁的变化最大呢？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评论交流哟。